大家好，我是在2018年开发一个 QV 的 Townhouse 项目，当时8月份的时候就开始申请开发贷款，但是经过3个月的努力，始终无法找到一款合适的贷款产品。这时候项目的 DA 和 CC 都已经批下来，但是建筑资金却还没有到位，当时确实有点一筹莫展。之后我找到了 N1 的 Ren 和 Jesse， 他们迅速有效地帮我找到了一款符合我项目要求的贷款产品。我觉得呢，和 N1 合作的整个过程有一点非常的重要， N1 的团队可以迅速准确地把握客户的需求，同时利用他们丰富的资源渠道为客户定位到一款适合客户的贷款产品。最终在 N1 团队的专业协助下，我的贷款在递交申请后1个月顺利成交。今后我相信大家在贷款上有需要的话， N1 一定可以帮到你。